你什么排舞的时候要怎么排？对，要怎么把人的位置怎么摆？不会跳的就放后面，不会跳的就放。哇，他有天分。对，有我只知道他 ending pose， 从头到尾只知道他这样。只有告诉我你后面那个 ending pose 跟上其他都没有关系啊。对，我有告诉我吗？有自由发挥啦。